苏墨是我的软肋，但也是我的铠甲，谁要是敢动呢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那你要怎么解释这段视频呢？是我在骚扰他。如果我是你的星辰大海，你就是我的海阔天空。是你把我打进医院，是你害我没了孩子，是你让我这些年饱受冷眼，躲躲藏藏，你从进门到现在一丁点的抱歉都没有。怎么，这就是你这种身家段位地位的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吗？你给我看他和你们家科的内幕交易文件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原来是你，能偷换文件的只有你。不要跑了！我、哦，啊！你都跟王居安说了些什么？班上没有今天，都是因为你。王脸和王思维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也都是因为你。老王，住手！余生，请多指教。人生上半场误入浮华，人生下半场干脆泡在厨房。那你更喜欢哪一场呢？喜欢能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的地方。